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扑通心跳的声音，心愿化成一枚金币，在水中激起涟漪。蓝月亮森林里传来声音，承载未来和过去，快快投出你的许愿金币，别犹豫。嘿，你还站在原地，是否还在怀疑中秋之夜有魔力，快把心愿对我诉说。每一个心愿都不普通，努力行动愿望会成功。普通心愿，心愿普通，让汗水变彩虹。美好心愿藏紧密，我们在这里聆听，就在蓝月亮森林。希望中秋节不加班，可以回家陪陪孩子。我今年中秋跟妈妈一起过。我希望一家人平安健康快乐。每一个心愿都不普通，努力行动愿望会成功。普通心金币，我们在这里聆听，就在蓝月亮森林。火气这么大呀，老何，你真是十几年如一日的中气十足啊，是不是？原来是谢理事啊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，我这忙着呢。在这里呢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顺便来北昨日官兵。我先讲，是这样的，谢理事，毕竟我们也曾经在这里共事过啊，当年如果有什么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一手打造起来的，这些年我已经实现了995个心愿，除非我不在了。说得好，那你走，心愿工作室留，再找个人接替你嘛。这不要不就菜菜，我训练了一段时间，很棒的。老何啊，你看这么多年你也辛苦了，应该告老还乡，好好过一下自己的生活了。走。哎呀好笑啊。我们老朋友了。哦，是啊。你说你最近可以哈、啊。也跟着谢，是不是感觉都长高了？你是不是很想管理这个？不错啊，唱的、啊。我可以的，谢理事。我也觉得你可以飞得更高，对不对？金币的，金币会有金币。谢理事，这回我可以。那么谁去完成这个心？那好吧，都有这个志向，那我就看看你们的本事。这个心愿就由。三，师傅，闹去。哎呀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你竟然能想到用月光来指引孩子，高明。那这样吧，心愿工作室的接班人就由你来当好了。好嘞，谢理事。来考考你们三位好不好啊？这样吧，先让我的助理菜菜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
月亮。走我也走，我送阿哥到村口。月亮。宝宝到里做个爹爹，爹爹出门买菜，到里做个奶奶。谢先生，我会了。会了是不是？可以了。啊，就是爱爱爱，这就是爱。走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时想着你最爱。你知道我，猜猜，来个终极版的。哼，一见公主到灵前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过门叫嚣。他反应力还可以啊啊！大家反应力都不错啊。那既然你们反应力都不错的话。不容易，老何。谢谢师傅，拜拜拜拜。等等我，这里是由至尊洁净一泵凝聚、蓝月亮至尊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2019蓝月亮中秋之夜。蓝月亮提醒您拿出手机摇一摇，赢取蓝月亮至尊洁净新品和海量新品体验券，把至尊洁净带回家。这几个孩子事儿办得还真不错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只要把话说开了，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帮人完成心愿的能力了？完成了995个心愿，我怎么可能失去能力？你已经在找接班人了对不对？这五个心愿你真的都完成了吗？所以事实就是你的能力。我希望不好，是逆向心愿。逆向心愿是不是有人想改变过去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得赶快满足他的心愿，想回到过去，这样的话他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把时空拉回到原来的轨道。不，对，您不能去，高小仓在平行时空只能待10分钟，一旦超时您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老何，你不要去，这样危险。我可以去。老何，你不要去，这样危险。我可以去。我可以。老何，你怎么样？快，快出来，你还好吗？哎，太太，师父您别忘了，我也是您的徒弟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，这就是你的大学时光，台上那个就是你10年后的老婆林小月，那个就是当年的你，还没发福的你。林小月没怎么变，你呢？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了。不，你谁呀？冒弄到这干嘛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不是我，是他。难道你忘了他曾许下的愿了吗？你一定有很多问题，但我不会一一解答。你只要相信我是来帮助你的就行了。在这个时空，他是看不见你的。原来你是个音痴啊！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。幸福的，真纳闷，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他的？别好奇了，你送回去吧。别呀，这才刚开始。真可惜，没有再来一罐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有。宁远。以前都是你的台词，可是现在你却对他惜字如金。如果他的愿望真的成真了，那么你在他的世界将会彻底消失。当然，你现在也可以重新做一次选择。如果当时的你在跟另一个女孩表白并被接受，那么他将会填补你和林小月之间的裂缝。
我也只是替你着想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和林小月不合适，那么我可以帮你。你真的知道了吗？林小月为了你不和大力在食堂打架，把你和大力的可乐都喝了，然后得了急性胃炎，你应该没忘吧？你现在应该已经忘了给他做汤是什么感觉了吧？忘了我，这是爱，你会明白。没想到你还挺浪漫，这是你第一次向他告白吗？成功了吗？这些话你还记得吗？小月，你总算下来了，你答应我呗。看来他还是选择你了。我是他未来的老公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小月秦月，你快去追他呀，你去追他呀，他会答应你的呀。秦月，师傅，任务完成。搬，哎呀，你都下岗了，你要完成别人的心愿，你要当初把那六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哎，还站着这么，哎呀，这么唯美的环境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有意思吗？就是上面在拯救你。猜，老板，水管猜不猜？猜，一片网，一个螺丝，住手！今晚月圆之时，这座许愿池将会帮你们实现。接下来，请说出你们的愿望。什么愿？祝福各位。张璐，我上中学的时候。张金，能告诉我，那一年我没有能够帮他们实现的心愿，他们全部都实现了。也实现了你的心愿。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寻找阳光。不管你从大到小，或从小到大，都各有各的酸甜苦咸辣。Action！吓多了是不是？因为你相信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得赶快实现他的心愿。可以吗？呢？不了。要蹦野迪吗？来不及了，老公，我挑食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不能去，老公，这很危险，我可以去。还等了很久。卫视2019蓝月亮中秋之夜杀青啦！祝大家中秋。